来，坐这儿。过来坐这儿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没想干什么呀，牵线搭桥，本职工作嘛。不是，我觉得你朋友和我同学挺配的，让他们成了，不是又多了一份业绩吗？他们成不了。你不捣乱就能成。你知道我的计划了。啊啊啊！什么计划？哦，你肯定是计划给他们策划一个很有创意的盛大的婚礼，对吧？你是想看我出丑，所以你一定要利用你的同学。利用谈不上，我觉得只有这样，才能让他认识秦胜的本来面目。哪怕他受到再大的伤害，他需要成长。你变了。对，你提的赌局，愿赌服输。其分手法则，彻底忽略他，对他完全视而不见。就这样放弃吗？我说姑娘，你可别一竿子打死一船人。就是，张武说的对。来，小雷，我特别同意你的看法。为了那个混蛋，干杯！干！
他根本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，这么好的压根儿他就不配你。我好像真的爱上他。别逗了，小雷，你怎么能爱上他？你不能爱上他，他是个混蛋，你说的吗？他顶多他只会在你心里边噗噗噗捅你几下，然后给你几个创可贴，粘都不帮你粘一下，拍拍屁股就走人去寻找下一个目标。你知道吗？他是一个浪子，他是一个浪人，他太浪了。可我都已经爱上他，这些伤害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太傻了，小雷。喂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就过去啊。那个，他爸爸生病住院了，我得赶快过去，去医院。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我的心脏啊，是老毛病了。你妈呀，太紧张了。我妈不是爱你吗？是，娶了你妈呀，是我一生的福气。一个人有一个真心对他好、愿意陪着他，一起过日子，在一个碗里吃饭，一个杯子里喝水，这就是幸福。其实啊，我早就知道你那个臭德行，所以才逼着你赶紧成个家。爸，我年轻的时候也不消停，直到遇到了你妈。这不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吗？我觉得啊，只有花小雷这种又傻又轴的姑娘才能把你这种人治住。换个稍微精明点的姑娘你试试，早就退避三舍了。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真死命的付出？你成吗？本来呢，我就觉得她就是我儿媳妇儿。后来你妈劝我，我也想明白了，这强扭的瓜它不甜。你实在不愿意结婚，我也不能逼着你，所以啊，我不再强迫你了。不过啊，我可告诉你儿子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的看看，看看人家是怎么对你的。哎呀，谢谢。阿姨，叔叔，刚才我问过医生了，护士说再过几天你就可以出院了。是，本来就没什么大事，是你阿姨呀太紧张了。今天晚上我来守夜吧，你这几天玩游戏都快累坏了，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早上来接班。对了，我还带了一本书呢，叔叔，待会儿念给你听啊，你就放心吧。怎么，我脸上有东西啊？我刚才着急，忘记洗脸了。今天晚上，我们一起给爸爸守夜。其实，我早就习惯他的存在了，并且，我也玩累了，该干点正事儿了。我在想，没有人会像他一样，一门心思就为了我。所以，娶老婆还非他莫属。今天我来是要通知你们，我要跟花小磊结婚了。以后你们俩就不用再为我们的事儿操心了。谢谢了。恭喜。谢谢。
那我就先走了，慢走。好，再见。拜拜。琳娜，这次认输了吧？输？在我乔琳娜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。嘘，这次一定特别的失望。别解释。我都听到了，你猜他在说什么？他在说杨凡，这次没能把你赶走，我特别的遗憾，好遗憾。你给我听好了，真正应该感到遗憾的人应该是你。你或许还是不太明白，有一个执着爱着自己的人是一辈子的福气，可惜你我都没有。杨凡，曾经有一个女人同样执着的爱过你，可惜被你干掉了。叫他，他答应你吗？有点素养好不好？乔琳娜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的车技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？我猜你停车的时间肯定比你开车的时间长吧？我就真的，你等着啊！行了。哎，赶着时间上班，不然迟到了。改天再聊啊。乔琳娜，你这让我怎么下车呀？关我什么事？不是琳娜。好了好了，我要赶着上班，不然该迟到了。下次再聊，哼。乔琳娜，乔琳娜，给我回来！乔琳娜，乔琳娜，给我回来！放我出去！赖着等死啊！嗯啊！赖着死啊！别别！我是说女士优先嘛。现在学会谦让了，刚才不还请了挺欢的吗？对，刚才是我错了。你有毛病吧？不是你让我按的吗？好好好，我按。哎呀，我突然不想坐电梯了。我觉得生命在于运动，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，一定要运动，健康的生活。你年纪大了，坐电梯吧。哇塞，这么快！总经理早，总经理早，没立场，没远见。哎，杨总，什么事？我忘了。好有心机的女人，彼此彼此。翠兰。谁让你做事的？谁先来谁先坐呗。
照你这么说，我晚上不走了，住这儿。想见这保安啊？我批准了。总经理，请进。他叫的是我。总经理，您订的花已经都到了。好啊，让他们通通搬进来。好的。订花？哈哈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是办公室，又不是你的闺房。办公环境太压抑，我可不想别人误以为我这个总经理只是个普通的女强人。记住，工作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有品质的生活。装什么高雅？我总感觉哪有点不协调。说嘛，这能协调吗？这是办公室，怎么能协调呢？这干啥？我说你也不错，啊，去！好了，这个办公环境我喜欢，女人味十足。对，女人味是十足。这都是你的东西，你说我坐哪？总不能坐这儿吧？别人会把我当客户的。这儿哪儿不能坐？随便挑一个。乔丽娜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把我当垃圾桶了，想放哪放哪啊？我可没你那么小心眼，处处都想着你呢。茉莉，把杨芳的办公桌椅给搬进来。来了。气派的嘛，是吧，杨凡？叫杨总。杨凡叫着多亲切。总经理要没事儿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好。强将底下无弱兵，是王干领。物以类聚，一身妖气。这是报销的单据。好了，找青青姐报销。好的。欠了也白欠。报不了。财务那烂摊子，杨凡都接手了，保险柜的钥匙他也都拿走了。总经理，好，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昨天晚上和谁在一起呢？我同学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嗯。女的。叫什么？去哪了？都干什么去了？叫小芳，大街上补习功课。不，你放屁呢你！大晚上的，有在大街上补习功课的吗？顺便吃了个饭，天色晚了就送她回家。为什么你从来都不送我回家呀？你还用送啊？都是你送我。咱们不是住一块儿吗？用得着送吗？你还个狡辩！
你再欺负我，我就告我妈。气氛下，好好的谈谈。早就应该这样，和谐社会嘛，和谐，和谐，和谐社会。既然孙佳明把这摊子交给了你我，哦，不对，我和你，我们也不能辜负了人家呀。公司还得正常运转吧。现在最急于解决的事情就是，总经理这个位置到底谁来做？我想先听听你的想法。一年轮一次，我先来。那不行，轮得好的话，老板让你继续留人；要做不好，老板就让你拍拍屁股走人了，不是吗？那你的意思？单双月轮换，你单我双。那可不行，算起来你至少还比我多一天呢。看着长得傻，够精点你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会摇号来定吧。还有你的职称成了正数。共同掌管一个月，各自为战，月底看业绩，公平合理。人事怎么分？一人分一人，亲属你做监督。财务呢？本来就是笔糊涂账，就个保险箱，你拿钥匙，我管门。可以呀、啊，不过我觉得还有好多细节可以重新商量一下，对不对？细节？都写在这上面了。公司人事制度。小丽娜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对。同志们，准备开会了，别让总经理们等着呢。哼，又开会。乖乖，别吃了，猪啊！开会了。那你也别化妆了，人妖啊。来坐，来，坐过来。可以坐过来的。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同事，可以再过来一点。这是最近了，再近就要坐你腿上了。这个距离正好。感觉今天的会议好像是由我来主持，是吧？哼，经过。你讲。不是我来讲，难道是你讲吗？你讲，你讲，讲，讲，你讲吧，你讲。经过我们高层商讨决定，公司由我和杨凡分组管理，组显然已经分好了，公平竞争，月底业绩最佳者出任总经理一职。那请问一下，我在哪一组啊？你是监督组？监督组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监督不力要扣除当月奖金哦。大家要严格遵守员工管理条例啊！第一条，两组在各自区域分开工作，彼此完全断绝工作接触。是的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黄色这条线已经都贴好了。哇，这么正规呀！哎，还蛮结实的。总经理，不要再捣乱。是不是要拉上钢丝网，通上电？你的组员才守规矩啊！那上门的客户算谁的？脚先迈进左边区域的归你们，脚先迈进右边区域的归我们。那如果两个脚同时迈入两个区域呢？算谁啊？你不是客户，你是僵尸。
第二条，任何人不得在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恐吓或收买其他小组成员。放心吧，总经理，任何恐吓我都会屈服的。总经理，您也放心，就算是给我双倍的工资，我也不会背叛您的。你说的我都相信。说错你看我干嘛？第168条，从即日起停止使用公司公用网盘，所有文件都自行保管，严格执行保密制度。不许偷看我文件夹，你也不许到我文件夹里面复制东西，会报警的。250条，从即日起，工作餐饮用水，包括卫生间的手指、洗手液、抹布、拖把，都要分别共用2分，每人每天上厕所不得超过3次，每次不得超过5分钟。青春姐，你要做好严格把控。太过分了。那我整个大的还得分2次是吗？那您得提高效率。还有，每次使用手指只许用2个，超出部分从当月工资里扣。好了，大家开始工作吧，青春姐进来一下。茶。总经理，谢谢啊。青春姐，刚才那些规定你都听懂了吗？那些都是给杨凡他们几个制定的，你要认清形势。如果下个月我做了公司的 CEO， 你就是公司的 CFO。什么是 CFO 啊？就算是办公室主任吧，到时候就连杨凡都得听你。那感情好啊。先别激动，鉴于你的身份特殊，所以我需要你平时做事情的时候稍微活跳一些。那我要怎么做？要做些什么呢？看过潜伏没？比如说，你潜伏到他们那边，收集一下客户资料，再偷改了客户的联系方式。啊？还有，那边有什么情况，及时向我们汇报。总经理，这事我干不了。很为难你吗？财务报表再给我打一下。是，总经理要没别的事的话，那我先出去了啊。好。青春姐，站好队啊！开保险箱放财务报表。扭了，背过身去。840608。你怎么会知道密码？你的生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谁把肉吃了？好，谢谢叔叔阿姨。闲着在。来来来，小娜，你多吃点儿。我们杨凡吃不了多少，全靠你了。看你瘦的，一阵风都能把你吹跑了。女孩子太娇弱了，不好。你杨阿姨啊，就喜欢女孩，做梦都想来个女儿，所以呢，从小就把杨凡啊当成女孩子来养。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像我。你看你就知道埋怨我，别忘了杨凡的第一条裙子还是你给买的呢。妈，再说了，我们杨凡哪儿不好啊？又听话又懂事，比起大街上那些惹是生非的孩子，不知道要强多少倍呢。你要记得我的生日哦，等你过生日了，我也给你买蛋糕吃。看看这孩子多有心啊！是。没想到你竟然还记得我的生日啊！怎么会忘呢？生日蛋糕还是我拿储蓄罐的钱买的。算了，我还以为。看来下次我非把我的密码改成我奶奶的，看你怎么急。换吧换吧，到时候忘了可别问我啊。
别怪我没提醒你，现在的人很少记得爸妈的生日，别说你奶奶的。你奶奶？你怎么骂人呢你？吃屎了吧你！这真是本性难移。杨帆，是不是你把我网线给我掐了？真是一个母的出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网上去有很多问题，可能是网线问题，可能是路由器问题，可能设置问题，可能病毒问题，也有可能人品问题。哎呦！分家才多大一会儿啊，就开始诋毁别人人品了是吧？开个玩笑嘛，我是说你的电脑我可不敢靠近，万一丢点什么东西，说不清楚啊。所以说以后有事儿找乔琳娜啊。我就不信没有你我还上不了网呢。哎，秦书姐呢？厕所呢？哎，茉莉，剪刀借我用一下。哎，你是说他吗？对啊，几分钟前还可以，现在不能共享了。为什么？公司规定啊，一把破剪刀，公司也规定。对啊，有事儿找杨凡呢。杨凡来了，用这个。杨总经理最好。哎，我是来征婚的。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我可告诉你。想好了再走啊！左边是虎穴，右边是狼窝，左边地狱，右边是蘑菇。想活得精彩，还死得难看，全在一念之差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想好了再走啊！妈呀，杀人了！别跑！都怨你，都怨你，杀人啊！你那么大剪刀，你这小了不起啊？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来了个神经病。好像也姓乔，把我们给赶走了。切，你是他师兄啊！都抓紧时间工作，到了月底想喝西北风啊！哎呀，这给你赢，说两句就喝不上西北风了。啊？喝什么风啊？哼！攒够了钱，咱也开个休闲吧，让你当老板娘。对，到时候让杨帆、蝈蝈还有美丽给咱们做服务员，天天给我按摩。对，他们一天工作十个小时，在后边站一排，加班费一分没有，月底再把工资偷偷扣掉。到时候美丽就会哭着求我，借我点钱，借我点钱。月工资发六元，再说200。喂，蝈蝈，怎么了？你周围朋友有没有单身的？给我介绍几个，月底有任务。哎，有倒是有，可是他们都跟我一样，没有闲钱往婚介公司里发。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，算了算了，先挂了。哎，我跟茉莉的事儿。说完就挂了。茉莉，你是不是想约我出去？不用出去，电话里说就行了。什么事儿？你周围朋友有没有单身的？给我介绍几个，月底有任务。你跟蝈蝈约一组了，怎么说的话都一样？没有。你身边到底有没有？哎，就算是有的话，刚才也给蝈蝈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。
什么？已经找到了？怎么早不找晚不找，偏偏这个时候找到呀？啊，生不逢时，老天绝我呀！不是，二舅妈，你再帮我找找，你们学校那些学生。我知道他们才上初中，那个，万一他们想早点结婚呢？要不然先注册也行。现在的孩子都早熟，不是？喂，二舅妈，二舅妈，喂，哎呦喂，你这连初中的小同学都不放过，这王嫂子可真够大的。从小树立正确的爱情观。长大了才不容易走弯路嘛。喂，喂，哎，别玩了，别玩了，我的。喂，你好，对啊，是我。拓会费。别闹。什么情况？喂，喂喂喂，我姓顾啊，找男的，你不就是男的吗？找男的，有有有，我们这儿都有，男女老少都有。请问这里是爱情在线吗？混的，别打我！往左一步是黄昏，往右一步是人生。风不平，浪不静，心还不安稳。我猜你还是一个人。哎，我也会。你等等人还不来，你等等人还不明白。默默沉默沉入海，直到爱情再现。来，你这唱的我心窝窝里了。太好了，你是我的歌手，真没品味。这怎么比我还着急？你是不是太突然了一点？姑姑。一个客户就让你失态了，要学会克制。茉莉，一个客户就让你波涛汹涌了，要学会淡定。不是，这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是我的客户了，以后我对你负责。嗨，你吓我一跳。我以为你是一见钟情呢，你这哎，这边坐。哎，我姓郭，叫郭郭。我们先填一张表吧。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，总是会跟着一个窝囊的男人。你是说你成功，还是说我窝囊？嗯？你总不能光靠人郭郭养活你吧？你的意思我吃软饭呗？我交际圈太小，我朋友太少了，大概这意思吧。你错了，我告诉你，老子，老子，我周围朋友还真不少。让你看一下哥的实力。是我，听阿成说你离婚了是吧？没离，你怎么能不离呢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，我是怕你活得太委屈，兄弟。啊，挺幸福的是吧？啊，行，那祝你幸福。不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说好的离又不离，一点信誉都没有？没事，不着急。小儿科。大明，哎，怎么样最近？最近还单身的吧？哎，哥们儿，给你介绍几个女朋友吧。你们三个，忙不过来，
不是你都三个了，你多一个不行吗？啊，你咋不多一个吗？嗯，追杀你？喂喂喂！现在的女人都怎么回事？追不到就杀呀！现在知道当年的我有多温柔了。许先生，您慢走，有合适的会打电话给你的。拜托了，拜托。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可算落魄了。哎哎，许先生，你谁呀？我们刚刚才见过，我是爱情在线的茉莉。